秀林乡公所109年度公益课程成果展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110年的3月2号，是在富士村泰鲁阁文化创意园区进行展览，希望以艺术创作手法来搭配静态的展览，强调部落工艺独特的首创的设计美感，彰显泰鲁阁族传统织布技艺的文化内涵。秀林乡公所109年度公益课程成果展活动，从109年11月21号到110年3月2号为止，泰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展览，这次展出是以文化是族群存在园区的根基，而是人类生活的概念、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结合的体现。而在公益文化当中，更一窥族群生活经验以及历史的脉络。为了保存发扬泰鲁阁族的文化，秀林乡近年来积极推动工艺技术以及文史保存，更能够借由文创产业兴起。我们的展览是我们今年规划的，也就是我们年底的那个成果展，也就是我们历年来我们今年从年初到年底我们秀林乡公所培训的工艺课程培训成果展，这些有展售一些他们的学生的作品，还有一些织布啊，还有藤编啊，还有网袋啊，还有那个竹屋，我们这次有特别用的是竹屋。那这个竹屋很可爱，因为我们有做了两个形式，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那这个竹屋的结构可以让大家来看到泰鲁阁族呢早期的生活样貌以及睡的位置这些我们都透过我们的馆内的解说员会让大家来更了解我们泰鲁阁族传统的生活。那我们这次的展期呢，是从11月21号一直到明年的3月2号。我们的展览期间呢，每周星期日跟星期一是我们的休馆时间休馆时间。那我们的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六是我们的开馆时间。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园区，我们没有门票，我们直接进来。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可能请大家注意是。因为防疫期间大家来到馆内，我们也希望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有以及他人的安全，我们一定要佩戴口罩进到馆内一定要佩戴口罩甚至来用酒精清洁自己的手。好，那谢谢大家，那希望在这个展览期间呢有一些对泰鲁阁族的文化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我们馆内有我们的解说员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秀林乡长王美国表示，引领工艺走出传统潮旧，与现代美学创意设计概念结合，成为推广原住民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作为巡回泰鲁阁族文化精神以及族群自我意识的阶段性成果展现，共为未来持续推动文化保存以及工艺产业推动的动力。记者周永贤报道。